那也要看一下这一场三六九知道的是哪个点数了。我们也是回归到比赛当中。是，哎呦，下路一开始 Wink 直接被打闪，卡纳维刷完 F 六过后直接来一波绕下。是的，就咱们刚才刚聊到这个问题。牙膏现在没蓝，面对六级的小东北，小东北不让你吃炮车，卡你的线。反打一套上上引燃，把小东北给打退，还能回血。这个时候感觉下路 IG 这个下路已经玩得有点吃力了，小安也回去直接补的萃取。这波消耗不错，这波要越塔吗？有岩雀的大招，卡纳维就在旁边。这波卡纳维可能会有点危险啊，他好像不知道。哎，看一下猴子五级，等小东北先手直接出来。卡兰佩反应也很快，直接交闪。他这波卡兰佩他控先锋的这个概率就很高。没错。哦，在这一场比赛中也体现出来了，这个都是很好的反手体系。卡兰佩难得的自家野区也有别人的照顾，但是这个红 buff 的拼扯依旧是卡兰佩略胜一筹。嗯，他原本是想利用自己上路的推线入侵野区，但没抢到。是的，下路直接清空叶宁，直接耗血量。看看岩雀的这个封路效果怎么样，以及小东北的大招的偷取。这边猪妹也是在路上开到赶到了，打个爆弹。是，小东北要不要偷出九桶大招？没错，投了个九桶的大。如果放好了是不错的，放的效果。恶意收割，这个恶意收割直接收割了两个人，薰衣被打出闪现，真九桶放出这个大招，也把小安给炸走。一闪，一闪，先行拿下猴子的一血，斯卡 Q 技能上墙，但是这个小龙只能拱手让给红色方了。三六九得理不饶人，继续去粘斯卡。一件装备，对，反倒是牙膏没有。但是 Wink 被抓了一波呀，闪现还没好的那几秒钟。大概好，大概是在 S 四那个时候是有过一次改动。当时酒桶这个大招是往脚底下就越近的地方越。他放的是远，演奏不出去，可能位置在后面。看红色方要不要往前顶，三六九发现队友离得实在太远了，我转攻为首，我直接跑，闪现还躲了猪妹的大招，反手一个大我也庆祝一下。哎，我就不放重，沿途逼了闪现，别打卡这个地方大招还可以，可以收购，再配合上这清辉夜宁的伤害，但是虚差一点没死，有个通臂，最后还是收下人头，基本上感觉很难受了。是，哎呦，直接亮亮塔跟上铁腕镜和往回拉，配合后补收割了露露。而且现在 IG 处理边路的兵线尚且比较困难，带着防御塔爆破的酒桶一下下平 A 着卡兰维，旁边已经缠上了刺卡，三六九表示要先处理掉防御塔再处理刺卡，一个冲冠天灵斩空了，战场被分割成两块，所以收购的位置还行，后补但是被隔开了， Vincent 可能要先倒，给自己一个及时救难，恐怕救不太回来。 Vincent 应声倒地，奥菲勒斯红白刀直接贴脸冲出小安，瞬间将其斩杀。面对猴子的突脸，红白刀奥菲勒斯丝毫不惧，砍下两个人头。这波操作拉满，再来一个 W 闪留住人，土龙魂来得很早，而且这把 IG 这个冲阵也很难冲，有岩雀和列娜塔的大招在。刚说岩雀直接来了，列娜塔可能同时要放出自己的大招，三六九先被炸回，但三六九的位置是很肉的，铁腕镜头又帮他推了一下，三六九还在战场中心屹立不倒，在战场的右侧，卡兰本和薰衣两个打野缠斗在一起，三六九交了一波闪现，但是厄斐琉斯的这波输出伤害已经没人能挡住他，厄斐琉斯已经献祭收大了一下猪妹，那左边只是阵亡了一个上单斯卡，但是正面确实是撼动不了京东，京东可以直接收获自己的土龙龙魂。下一个岩突没有能够突到，一拉也没拉到，但对于京东来说没有关系，直接去动龙就打不到人。对，而且 IG 的先手没有集火到统一目标嘛。嗯，刚才熏只开到了一个卡纳维，小东北跑不掉了呀，是四面八方人围过来了。三六九太肉了，三六，他这个装备金克斯估计得 A 他三十下差不多，人头应该要让给卡纳维。哦，三六九自己拿下。而旁边 IG rush 加中塔，但这个时候大龙已经开起来了。Missing 还埋伏在旁边，去阻止一下你过来看大龙。大刀，这波大刀要不要封一下路？啊，铁腕镜和先把刺卡往旁边去捅，看是想动 IG 的人还是好，这波要动你的人。牙膏直接开旁边，严曼直接封路，想去找你的猴子熏，熏强行去开你的后排，但是厄斐琉斯红白刀还是没人第一时间能摸到他。后部的输出位置在战场中心，他的血量是比较残的，金克斯一个暴击直接将其爆死，但自己也随之而去。Missing 给自己一个及时救难，没能救起来。猪妹是弹个弹跳果实走掉，但是旁边卡纳维的弗耶哥已经好砍 triple kill。哎，这波刺卡好像把他们绕晕了。
点了一下，好像跑到里面去了，发现不对劲。虽然说这波二换三，但是对于 IG 来说，他们劣势方可以接受跟对方换人头，同时阻止了对方打大龙嘛。哎哎，硬拖，就是这么样的，左扭一下右扭一下就在你的面前走掉了，把视野卡晕了，是可以的。白绿刀、哦、封路打龙，这次封路了，这次不跟你打架了。但是小豆贝已经来正面了，恶意收购开的效果一般，小豆贝偷了一个恶意收购直接龙坑里面，但是没有办法抢下大龙。小贝自己的位置很危险，虽然不挂了个点燃，向后拉开一段身位，请回叶宁向前撒，这个及时救难能救不回来三六九了。哇，三六九击杀三六九，感觉被 IG 的四个人围了七八秒钟。是的，而且想趁着这个时间，京东还想再动一波吗？没有，还是拉开了比较求稳。牙膏在埋伏，找到了贪心的熏、啊、这个岩突很漂亮。是的，熏贪出事了呀，想偷吃一波 F6。 是的，F6 自饮血剑这个盾加上土龙龙魂的双盾组合实在是太厚了，接近这三分之一的血量了，偷了中大直接炸，哎，没炸回来，效果一般。对，尤其是没有把后部炸到一个很好的位置，牙膏也已经赶到战场，这个防御塔已经要倒了，恶意收购红色方暂时还没有放，露露大招被迫是给了小东北，冰一冰是冰到了三六九，但是五冰都是一个被肉的人啊，瞬间被秒。恶意收购，收购住小安，小安虽然说进化第一时间已经解掉了，但是后面的输出伤害，红色方已经完全打了出来，大乱天空闹的位置很不错，哎，闹在了防御塔下，蓝色方是可以背靠防御塔去反打的，但是似乎还是不可以卡那位置，他太肉了，他在战场中心疯狂的蹦跳，金克斯背靠防御塔，能不能 A 出最后一下？两高一丝血还是成功的被他拉开了，那。已经开打了，牙膏在找侧翼的位置，牙膏但是被眼睛点出来了，是五百刀，费留斯又是好厚的盾，又是要收住的远古龙，远古龙拿下只能撤了呀，争夺不了了呀。夹子封路，我有根本就不回家补给，直接要留你的人打得好凶啊，京东一万的经济领先，暴击127，三六九打小安根本打不动三六九，而且小安最恐怖的是他要出饮血剑，对，他就更加打不动，真打不动。在侧翼，小东北已经被击杀了，正面减员，三六九顶在前面，完全不虚。三六九玩起来了，玩起来了，就是玩，给你刷点伤害。牙膏闪现去抬，没能抬到，一炸远古龙直接将金克斯给斩杀了。那小安阵亡的一个情况下，正面是完全没有人有清线能力了，这里还要动兹卡，兹卡根本吃不住这个伤害，已经被秒掉了。熏交出自己的大闹天宫，回到全池当中，在一个岩突没有能够突破来 wink， 哇，三六九已经向全池里逼出了一个闪现。那这样的话，京东是顺势可以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我们恭喜京东。我们恭喜京东1-0领先 IG。